our 2020 graduation is a no ordinary event. And our commencement keynote speaker is nothing less of an extraordinary human being. She is a self-taught innovative programmer, a bold, dynamic young entrepreneur, and Taiwan's first official digital minister, breaking conventional boundaries such as age, gender, and credentials on paper. 今年必点的专题演讲是一个大惊喜。 台湾的IT大臣 数位政务委员唐凤将要以连线的方式与我们见面。唐政委推动主导的口罩地图APP 口罩实名制 让台湾成为全球各国政府防疫的学习范本。相信你我都期待万分，政委与台科大毕业生的连线对话。开始之前， 今天的演讲是采用Q&A的方式， 同学可以透过Slido线上提问， 有相同的问题可以在问题上面按赞就行了。那么被赞爆的问题会上升到荧幕的最上方。 现在Slido的网址 显示在我们的布幕上。 As you can see here, we have the QR code and the conference code for you to join the live stream where you can participate and ask questions. 同学们,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唐凤政委。 大家可不可以面对镜头跟政委挥挥手？ 有看到， I see all of you and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virtually and may you all live long and prosper. 希望大家生生不死，繁荣昌盛。 我们只有大概15到20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就不拖延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Slido的问题啊。 那我们目前第一个问题已经高达895票， 是问说请问政委是不是能够在台上喵喵叫，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试试看啊。天色渐渐更，咱就坐下来喵喵喵，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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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政委总是这么亲民，好好听哦。好，那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位设计系的同学想要询问说，新鲜人呢、啊，在目前台湾目前薪资的状况下，要如何选择第一份工作，以及新鲜人不是每个人家世都很好，要怎么样突破限制，为自身创造长久的价值？非常好的问题。设计对我来讲就是设想跟计划，设想就是在我们设计思维里面去帮他人设想，去聆听所有人的声音。不管你本来在做的事情主要是面对物体的，好比像说产品设计，或者是面对一个空间的空间设计，其实到最后来运用你设计的这些作品的都还是人嘛。所以我的具体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多跟人相处，去学习跟人相处的服务设计、互动设计、体验设计，甚至机制设计、公共行政上面的设计，这些就会把你带到越来越多不同的朋友的面前。有了这样子的能力之后，你就不会被特定的产品或服务所局限，而可以有更大的、更广阔的视野。所以呢，同样是设计，
面对机器，面对产品，跟面对人，面对群众是不一样的。你越往人的方向移动，在未来你就越不会受到薪资的天花板和限制。下一个问题，是蔡淳安的一个问题啊。他想询问说，想请教政委，当大家点选忘记密码的时候，是不是那一封 email 会到我的信箱？跟大家报告，我虽然每天收到上百封 email，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大家忘记密码的 email， 所以显然并没有接到我的信箱。我每天都把 email 回完，所以如果大家的忘记密码信箱接到我的信箱的话，我大概就回不完了。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子的尝试。有67票的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选罢法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把它念出来。那但是我的回答就是，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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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好，谢谢。那有一个问题是说，请教政委 ，What makes you different？ 在众多人才之下，是什么个人特质或转捩点让我脱颖而出，来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我有一个个人的特质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是刚才设计系的同学的问题的延续，就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我 take all the sides。每一次有任何争议、有任何争论、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冲突的时候，我选每一边站，也就是说，我试着设身处地的把每一边的论点都能够用我自己的方式把它讲一遍。如果我缺乏第一手的体验，让我没有办法同理某些朋友的论点的话，那我就会试着去跟他住一阵子。这个在我们人类学上叫做 ethnographic， 但是事实上就是跟他混一阵子，到最后他的那个观点你也能够代他表述。如果你能够选每一边站的话，自然就没有好像非此即彼意识形态这样子的问题，这也是我期许大家培养的一个能力。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问题比较长，我就念快一点。请问政委，继吉隆坡确收了许多高中生入学，甚至有学士班或者不分析专修高中生，相对的对面的台湾大学却鲜少录取高职生，更遑论开设专班，这是代表天大地大，台科大想收不同的学生，借此提升所谓的国际排名，或者是代表高职体系在台湾的定位模糊、不受重视，而沦为茶余饭后的笑话啊！这位同学非常的有这个反思自省的一个能力。那我是觉得说，在我们的新的课纲里面，已经没有高职这件事情了嘛，我们现在都叫做技术高中，我们现在的工作就叫做适性扬才，就是说，希望大家在选择技术高中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普通或综合高中没有办法去。而是你觉得说你现在就有一些想法，你觉得现在就可以让社会变得更好，你现在就可以应用上去。那当然在新课纲的精神里面，随时如果你需要学术上面的一些辅助的话，相信包含台科大在内的所有的老师们都很愿意在你在职的时候呢继续去提供你这样滋润的养分，或者甚至回来再念个硕士等等。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以前所谓的出社会是你念完大学出社会，但是现在我也很鼓励很多技术高中的朋友就先出社会体验个两年看看，这样子的话，如果你回来觉得你要学管理学的知识，你要学国际贸易的知识，你要学其他的知识的话，你的学习动机就更强，而且更重要的是你跟教授就是平起平坐的，因为你有一些经验，他也有一些经验，双方是互补的，不会变成说他有他的经验但是你难以同理他的经验。所以不要觉得说也好像你今天毕业之后就跟大学没有关系了，大学永远都是支持你的一个网络。有110位朋友想要问说，这位朋友他单身24年啊，交不到女朋友要怎么办？或许你可以试着交男朋友。那有48位同学想要询问说，请问唐政委，对于仍然不明白自己未来志向的学子，那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对于未来想从事什么工作，是不是有什么想法？还是尝试之后再进行修正啊？我有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说，一开始的是你要解决的问题，你对什么东西最有好奇心，是让那个东西带着你走，而不是好像觉得说现有的工作。好比像说，在我小时候，我14岁读
去跟我的校长说，哎，我不想去学校了，因为我想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教科书上没有答案，在国际上面呢，都还是一个没有人有答案的问题。我当时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隔着网络会很快的看到只字片语，就立刻相信彼此，推心置腹。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要一起这个吃过很多饭啊等等，一起做过一些活动，才能够开始相信彼此。为什么在现实社会，我们是先相处再合作，在网络上面却是先合作再认识彼此？这叫 Swift Trust。当时连网络社会学这个名词都还不是很普及，所以其实并没有任何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为了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必须去学习十几种不同学门的学位，也用很多时间在大学旁听讨论等等。但是呢，我现在的工作正是运用这样子的能力，让大家透过像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快速的集结，快速的一起做出一些管群众募资还是众包这些工作。所以这些工作事实上在当年1995的时候是不存在的。当时你去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叫集资平台，什么叫联署平台，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有可能改变社会的。对，因为这样的关系，让你的兴趣，让你的好奇心引导你的时候，你可以创造出新的工作可能。如果你让现有的工作引导你的话，那你就受到现有的工作所限制。你的未来志趣说不定是要透过你而来临。有73位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来台科大建筑系的毕展，在松烟好仓库啊。那像这样子的邀约呢，其实如果你愿意让我用视讯或机器人的方式，那我一定就可以到。那至于实体的方式的话呢，就要看我当天的行程了，所以很欢迎直接跟我联络，也感谢建筑系的诚挚邀请。有68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我是如何做好时间的管理，才能够处理如此繁杂的事物啊？因为我只剩5分钟，我就非常简短的来讲。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用的是番茄钟这个工作法。番茄钟工作法就是工作25分钟，休息5分钟。休息5分钟的时候，就是上网发个备文啊等等，是非常能够疏解压力。但是呢，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不会黏在那个Dcard上。我最近花很多时间在Dcard上，就是抽那个5分钟的时间啊来回应Dcard上面的问题。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把这个节奏内建在你自己的工作里面，大家就会知道说，哎，从0分到25分传讯息给你，你是不读不回，你要等到最后那5分钟，你才会去读，会去回，这样子自然你就不会被打断，也没有人能够干扰你的工作。但是你还是保持每半小时就回一次讯息，这也不至于让人找不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番茄钟工作法。当然，如果番茄钟工作法没有内化成为自己的习惯，那就是要到 deadline 快到的时候，然后才就是发力去工作，这叫番茄酱工作法。我也了解，有很多朋友是使用番茄酱这种工作法。但是番茄酱跟番茄钟也不是互斥的，你可以对于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如果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的话，你不到 deadline 的时候是没有灵感的，这个我也了解。但是对一般日常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多用一些番茄钟这样子的。好的，那我们有85位同学啊，想要我喊出天大地大台科大，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就来说天大地大台科大，我们一起说吗？政委，我们可以一起吗？听主持人。好，我们大家一起跟政委说天大地大台科大，3、2、1，天大地大台科大。好，那有一位朋友这个问说，请教政委，目前台湾媒体普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缺乏国际观报道，国内小社会被大报道；第二个，缺乏客观公正，随便都可以从报道内容看出该台的政治立场，客观性失真；三，喜欢挖掘隐私，从最近黄世木的报道就可以看出台湾还是存在那种专门挖掘公众人物隐私的狗仔，其实这种内容并不能对于社会带来进步性的程度，应该要如何解决媒体乱象？我想我们的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McLuhan 说得很好。不要恨媒体，自己当媒体。我们会鼓励朋友们自己去担任这个有社会意识的 YouTuber。好比像说这个，我最近大家可能知道，对于几位 YouTuber 所组成的事实上是政治团体啊，叫做欢乐无法党。那当然我这个我是公职嘛，没办法加入党，所以我是没有不是他们党员，我也不是任何党的党员。但是呢，在他们成立的时候，我有去送他们一盆猫薄荷。
当然，一方面这是象征着，我不会介入香菜啊，没有香菜这种争议。但是第二部分也是期许他们说，在他们的工作里面，可以像猫薄荷一样，去稍微刺激大家，对于大家这个有非常多的愤怒啊，或者非常多的愤慨啊等等这些社会议题，让大家先稍微幽默，稍微笑一下。但是之后，大家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平心静气的状况去进行讨论。那当然呢，这些跨度跨党的党员，他不像说视网膜啊、非常擅长利用字幕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志奇七七或者是伯恩等人。那我觉得他们都是运用新兴的方式去创造出幽默，但是不失公共价值的这样新的媒体，所以也很鼓励大家投入这样子的工作。当然不一定要加入跨度跨党。那当然第二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是要靠社会的一致。如果有某一个媒体做了违反社会观念的事情，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太超过了，连 YouTuber 一般都不会这样子做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大家就抵制他，抵制他之后，当然他们就会道歉，而且也会更改他们未来的做法。那有111位朋友问说，请问你现在是不是在控制我的脑波啊？我目前并没有在控制你的脑波，因为我如果有控制你的脑波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抛出这个问题。有一位电子系的女同学问说，请问政委，这应该最后一个问题了，您如何在身为女性跨性别者的这个身份上，在工程领域、政治领域，让别人信服于自己，脱颖而出，而不受他人的刻板印象或者歧视的影响？遇到这种情况又如何排解呢？因为我有经过这个两次不同的青春期，所以在我的脑里呢，我并没有觉得说世界上一半的人跟我不一样。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在政治领域的工作，就像刚刚讲要选每一边站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去倾听。我们在政治领域上面呢，要大家信服，大概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靠微信，就是那个APP 啊，一个是靠威权的微信啊，一个是靠诚信。那微信的做法呢，其实通常都是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的，甚至拍桌子很愤怒。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虽然你可以一时得到别人的注意力，但是到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它就减敏了，也就是麻痹了。那所以呢，这个呢可一而不可再。但是呢，诚信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是你认真的去倾听对方有什么想要说的，而且呢同理对方的经验，不管对方的性格或其他的标签。那当你很认真的听他讲了30几40分钟的话之后，你讲的每一句话他都会记在心里。那这个呢其实是跟拍桌子是一样有用，在第一次，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因为你给得出交代，他也理解到就是你理解他，这样子的话，你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这个边际的效用就是递增的，而由上而下的威权是递减的。所以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就多倾听，倾听完之后坚定地说出你自己的看法。只要你倾听的时候让别人觉得你尊重他，那么你讲出你的诠释的时候，他也会尊重你。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谢谢。非常感谢政委为我们带来如此精辟的见解。 That was such an intimate 20 minutes that we spent with Audrey. 不知道政委现在是不是还在线上，如果他还在的话，让我们全部再一次的用掌声跟挥手谢谢政委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演讲。我刚刚想要问政委，我们可同学们都称他为凤，我也想问他可不可以叫他 Audrey。 OK， Audrey 你还在吗？刚才是用手语，所以可能就是没有转过身子没有看到。我是说可以。OK，Audrey， 我们想要再一次跟你挥手致意，谢谢你为我们带来这20分钟，非常精彩又幽默的风趣的对话，谢谢你，政委。谢谢，谢谢大家。